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万物苍生，幻化有心，幻幻无穷，生生不息，吐故纳新，施法天地，腾云跨风，飞升太虚。仙道玄妙，俗人安得其法？听频道微妙者，成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救亡使存也。死而复生，生生死死，治人者握拳，治于人者识命，道法自然，变幻无穷。天之正者，不可逆之，逆之虽胜必衰矣。幻化之术景之，为政者自当为国为民，吾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，生即死，死又复生，傍日月，挟宇宙，游乎尘垢之外，万事皆有因果。皮囊万千，无皆可化，风靡云涌，万丈光芒，眼之所见皆为幻象，止兵止战，休养生息，死生存亡，命之行也。放下俗念，为道为先，凡俗琐事不再牵扰，为先之道飘渺莫测，仙人之力昭于世间，感觉到了新的魂魄，神光不灭，仙力不绝，仙人转世，一去无返。